历经21号在脸书晒出忍了5年终于和大家分享的照片，照片中她穿着粉色套装，和大 S 的老公具俊晔打勾勾，约定有空到台湾时要一起聚聚，以及上我的节目，还强调打勾勾是要兑现的哦。历经透露，5年前在南韩录制专辑时，南韩经纪人介绍具俊晔给他认识，在他的 DJ 工作室做了小访问，这么多年一直不知如何发布照片。在大 S 宣布和具俊晔结婚时也没有 PO，是因为不好打搅那份浪漫，时至今日才敢放。丽晶也说，大 S、库隆两位都是我喜欢的人，也表示为大 S 开心。有网友敲碗丽晶开心节目，才能让欧巴来上啊！也有粉丝大赞，这芭比粉只有晶姐能轻松驾驭。